天给大家表演一个糖炒栗子。糖炒栗子，那这第一步就得先给它划开。哎呀，看这划栗子真的。反正就这样慢慢滑吧，就是滑它，我的理解啊，应该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能让那个糖入味儿。对，就发现这样的一个那个叫什么，这个叫什么口啊，反正就是像一个十字一样的那种口就行了啊，然后这儿就准备好了。这个水是干嘛用的？一会儿要放水吗？对。哪一步放水？等你把栗子放进去，全部裹好糖和油之后再放。那现在咱们就先把锅烧热。现在炒的这个焦糖色，对，就焦糖色就算了，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加点水，把它给焖在一起。小盖，煮多久？煮到水烧干。煮到水烧干。2000 years later. 好的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现在这个糖炒栗子终于可以起锅了。一道糖炒栗子就做好了。感觉不够甜，就还应该还可以多放一点油和糖，没想到它入味挺难的，然后这有点深。